欧阳靖吴先生早年说，佛法不是哲学。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哲学里头有能有所。佛法虽然讲能讲所，它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能所不二。这个在哲学里头没这个说法。啊，所以他说佛法了，非哲学，也非宗教。啊，二为经世所必须。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少它。六，实相无不相，非万空于断灭。我们还拿电视屏幕做比喻。啊，实相是实相，就像电视的荧幕啊，荧光幕，这实相。实相无不相。那无不相就是有相啊。对呀，我频道一打开有相啊，不是无相啊，有相啊，虽有相它还是实相啊。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了啊，实相跟妄相呢，它融合在一起，是两回事，但是不能分别啊。你不能分别哪个是妄相，哪个是实相，不可以分别。妄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妄相啊。可是那个实相跟妄相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它在一起永远分不开。也就是说，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是实相变现的啊，全是自信啊。真如自信在哪里？没有一法不是啊。我这样念这个是不是是啊？怎么不是呢？样样都是啊啊，它的体就是嘛，随便念一法就是了嘛啊。那见性的人跟不见性的人有什么两样呢？两样。不见性的人执着分别啊，见性的人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不见性的人心量很小，很什么都很计较。见性的人心量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他不会计较，他不会执着。啊，不一样啊！啊，见性的人法喜充满，快乐啊！啊，不见性的人烦恼重重，他生活得很苦啊！那怎么会一样呢？啊，见性的人看破了，没见性的人没看破。所以实相啊不是万空。啊，万空是什么？是讲这个虚空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荧光幕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有。啊，频道打开的时候啊它能够现象。也不是断灭。断灭是什么？是把这相啊去掉，那就断灭了。啊，能不能断灭呢？断灭不了，你去不了。啊，所以非如兔毛，这个龟毛兔角啊，乌龟没毛，兔子没有角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比喻万空断灭。啊。跟这个意思不一样啊，是一切虚无啊，它不是一切虚无啊，它真有啊，但是真有有的相决定是假相啊，不是真的啊，这就是从一体起二用，那个二用就现象，那是假相啊。二用第一个是医报，就是宇宙
变法界虚空界，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的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你看看这两品所讲的，那是大乘佛法的宇宙观，比现在哲学讲得详细啊！现在科学家、哲学家跟华藏世界比的时候差远了。华严经讲的是重重无尽。这个科学跟哲学都还没有讲到。那佛经上讲的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错。微尘里头有世界。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宇宙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微尘里头有。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呐！所以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真的。用自信，自信是圆满的，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这是在常寂光里面。常寂光在哪里呢？遍一切处。无时无处它不存在，因为它是它变的嘛。它是能变，能生能变。宇宙万物是所生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欧阳靖吴先生早年说，佛法不是哲学。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哲学里头有能有所。佛法虽然讲能讲所，它能所是一，不是二。能所不二，这个在哲学里头没这个说法。所以他说佛法了，非哲学，也非宗教。二为经师所必须，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少它。它确实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解决问题。用大乘佛法来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你现在社会乱了，地球灾难很多啊。真正用大乘佛法，用无量寿经，用华严经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需要多少时间？不会超过一年，社会安定，灾难就没有了。这真的不是假的。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你看它起作用的时候，这就是无论是精神是物质，它的作用，周边法界，那个速度之快，念头才一动就周边法界了，比光快呀，比电快呀。光跟电要跟这个周边法界，那不能比啊，那差太远了。《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如来就是自性圆明体。你要能看到诸相非相，你就见性了。借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啊。
见心成佛。啊，你能见到诸相非相，啊，这一切现象是什么呢？刚才讲的，刹那、生灭、相似相续相，没有一样是真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你还会有执着吗？你还会动个念头想控制、想占有吗？为什么不会起这个念头呢？因为它是空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大般若经》看了一遍，600卷呢。啊，我总结我的心得就12个字，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是什么呢？跟我们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真懂了，不但一切这个外面境界你不可能起控制占有的念头，对自己的身、对自己的心，这个念头都没有了。身心世界都是幻象啊，都是非象啊。啊，万法皆空，告诉你，这讲到最后，真正明心见性了，因果也是空的。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对谁说的呢？对没有见性人讲的。只要你没有见性，你就有因有果，见了性就没有。啊，见性说你见如来了，见佛说你成了如来了。啊，也就是我们在华严上常常讲的。啊，什么有因果呢？设法界不离因果。设法界里面的佛还不离因果。啊，为什么？他没能转世成智。啊，他提示向上一咒，转八十乘四智，因果就没有了。啊，其实我们讲因果报应呐，啊，止于十法界，十法界里的佛法界。啊，向上一咒就没有了。啊，向上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那我们要问，十报庄严土还有没有因果？有。怎么会有呢？无时无明，习气没断，所以才有。啊。还有41品无明啊，啊，那个无明是无明习气，这讲清楚，啊，41品无明习气，而无明断，无明不断，它出不了十法界，啊，无明断了，十法界没有了，啊，无明习气在，所以还有十报庄严土，啊，习气断了之后啊。十报土没有了，完全回归自性了。回归自性，因果没有了，那真的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啊，万物啊，能生万物啊，能生的那个因，就是一念不觉，那是因，就动了这个念头，
极其微细的波动啊，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不但我们没法办法发现，在经上跟我们讲，切地菩萨都感觉不到啊，八地以上感觉到了啊，圆教八地啊。啊，他发现了，是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知道。啊，所以叫无始无明。无始两个字好啊。啊，无始什么意思？那无明也不是真的。哎、啊，所以你别以为十宝庄严图是真的，没这回事情。十宝庄严图也不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图例外，没有这个讲法啊！所以连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也是虚妄的啊！不过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真很真是厉害。啊，他有能力给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啊，不要以为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没人知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看这个宇宙缘起它的作用啊，那个一念动了就是在自性里面变现出阿赖耶了啊，阿赖耶是妄心的、啊、妄从真起啊，它不是真，但是它依真而起啊，就好像我们屏幕里面这个些影像一样啊，屏幕没有影像，影像是依屏幕显现出来的，没有屏幕你显不出来啊，它是依这个自性现象啊，这是依报，真报是自己，自己跟境界同时起来，叫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三细相是一念完成的啊，业相用我们现在科学家来讲，它是能量啊，能量能变成精神，也能变成物质，变成精神就是第七识，变成物质那就是相分啊，我们讲见相两分好懂啊，见分是精神，相分是物质啊，也就是境界相。那、啊、精神呢是转向见相啊，它真的转变了，自性里头本有的是见闻觉知，这是本有的啊。这个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他有见闻觉知啊。那么阿赖耶里面呢，就把见闻觉知啊变成了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从哪里来？是从见闻觉知变现过来的、哎、如果你转世成智之后啊，这个受想行识没有了，就又回到见闻觉知了。所以常寂光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为什么？它有见闻觉知啊，所以常寂光啊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
啊，众生求佛，他真的就起感应。啊，这个感应经上讲的四种，我们在华严里面讲的很清楚，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四种。真有感应，我们粗心大意呀，没有感受到啊！啊，念念都有感应的，就佛没离开我们呐！啊，十方三世佛没离开呀！啊，佛是什么？佛是自信嘛，自信里面的德能嘛。贤首过失以华严经造的论啊，还原观这篇论文是以华严经教义写的这篇文章啊，你看它起作用的时候，这就是无论是精神是物质啊，它的作用周边法界，那个速度之快，念头才一动就周边法界了，比光快啊，比电快啊！啊，光跟电要跟这个周边法界那不能比啊，那差太远了啊！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第二个告诉我们，畜生无尽，畜生变化了，变化无穷啊。第三个，含容空有。我们如果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才知道意念不但主宰我们的身呢，啊，我们的相貌，我们的健康啊，不但主宰这个，主宰我们地球山河大地，它主宰了变法界虚空界，啊，主宰了星，这个星系在空中运行的这个轨道规律。啊，宇宙是谁创造的？念头创造的。这个念头多厉害！啊，念头稍微不正，那你就是多灾多病啊，啊，多忧愁多顾虑啊，你的生活很辛苦啊。啊，念头要是回归正道，啊，正常的人天这个生活，那定真的是幸福圆满。啊，人天道啊，可别留念人天道，留念人天道啊，免不了要造罪业。那造罪业得有一几个变化，又变成了魔鬼地狱。啊，通通都是你念头变的，没有一样东西外来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为什么会跟一些众生感应到教？啊，佛度有缘人。广义的来讲，一切众生跟佛是一体，哪一个众生跟佛没缘？通通有缘。一起嘛，怎么会没缘呢？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性变现的，他怎么会跟自性没有缘呢？那这个道理呢？啊，佛度有缘人，那什么缘成熟的，是讲这个。缘不成熟，佛来度他不听啊，他不愿意接受啊，那个叫无缘啊，不是真的无缘。
啊，所以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要会听，不能泄气。听到他能信，他能懂，啊，他真干，这个缘成熟。这样的人的时候，这一生呢，肯定得度，啊，就是佛菩萨帮助他，教给他，引导他，他一定能够出离三界，就是脱离六道轮回。这一句话怎么说法？历尽虚妄之相。虚妄之相的根就是阿赖耶的三系六粗，三系六粗舍掉了，那你真的把虚妄之相啊，哎，统统放下了啊，统统放下，不再去分别，不再去执着了，甚至于不再起心动念了，即见实相，你就见到自心清净圆明体。啊，你记住，我们眼看耳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见到自心清净圆明体，那故云即见如来。啊，那恭喜你啊，你究竟圆满成就了，你成就法身如来了。啊，此指法身如来也。啊，法身如来立一切相，故云实相无相。无相就是体性。像我们举的比喻，屏幕，屏幕是实相。啊，确实没有一切相，一切幻象在它的显现，它丝毫不沾染。啊，他丝毫没有妨碍。啊，换一句话说，与他根本就不相干。啊，这个意思要懂。我们成佛了，我成佛了，还有许多人没有成佛。啊，那我这个镜面是干净了。那些人没有成佛，在我显像，燃不燃我这个屏幕呢？不燃。哎，我虽然成佛了。那些没成佛的功一次好都不然，一样生活在一起，快快乐乐啊！那他们在造业，那佛菩萨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跟自己一样啊！所以学佛，不发菩提心，不发度众生的心，成不了啊！啊，为什么你不放下？不放，你没有放下了，没有把自己放下了，那怎么行啊？你还有我，你还有执着啊，啊，你还有成见呢，你是道地的凡夫啊。啊，所以障碍从哪来的？自己来的，除自己之外，什么障碍也没有。啊，你一念觉悟了，障碍就没有了。迷的时候，障碍重重啊！啊，但非无法身，故云实相无不相，无不相，无不相就是实相的作用。啊，他要到人间来度这些众生，要不要现相？要现。啊，要现就是无不相了，释迦牟尼佛现相啊。那他不现相就不能讲经说法了，不能就帮助我们了。啊，他虽现相，他现在他是个觉悟的相，他不是个迷惑的相。啊，迷惑的相造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在造业啊，造什么业呢？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造善业生善善道，造恶业生善恶道，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他来实现的时候，他不造善也不造恶，
啊，那我们给它定个名字叫净业，啊，清净叫净业，啊，所以它实现的这个相呢，天天起的这个作用啊，跟六道没关系，不但跟六道没关系，跟十法界也没关系。如果他的无时无明没断净，啊，他还住十报庄严土。无时无明习气断净了，他住常寂光土。没关系啊，万法是一体啊，这个要知道啊。为什么会跟一些众生感应道交？啊，佛度有缘人，广义的来讲，一切众生跟佛是一体，哪一个众生跟佛没缘？通通有缘啊，一起嘛，怎么会没缘呢？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性变现的，他怎么会跟自性没有缘呢？那这个道理呢？啊，佛度有缘人，那什么缘成熟的，是讲这个。啊，缘不成熟，佛来度他，他不听啊，他不愿意接受啊。啊，那个叫无缘，啊，不是真的无缘。啊，所以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要会听，不能泄气。啊，听了他能信，他能懂。啊，他真干，这个缘成熟了。啊，这样的人的时候，这一生呢肯定得度。啊，就是佛菩萨帮助他，教给他，引导他，他一定能够出离三界。啊，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是根熟的众生呐。啊，遇到净土法门，他这一生真的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圆满得度了。啊，那次一等的，次一等听了是好，也听懂。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放不下，还贪念这个。啊，他断恶修善，来生得人天福报。那他也相信佛法，啊，这缘没成熟啊。佛菩萨对这些人呢，帮助他提升。所以遇到佛菩萨都是有好处，绝对没有坏处。烦恼习气重的，障缘深的，佛菩萨在阿赖耶识里头给他种种子，见色闻声，见到佛的形象，听到佛说法的音声，这一粒耳根融为道种，阿赖耶里面种种子啊，这个机会也不多啊！啊，全世界多少人一生没有这个缘，没有见到佛像，没有听到一个佛的音声啊，很多很多。啊，佛没舍利众生的，众生不愿意啊，迷在五欲六尘里面，迷得太深了。
啊，回不了头。啊，遇到这些因缘时，他回避。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他在这个六道里还有苦受，还有很多很多的苦他要受。啊，受尽了苦，苦尽甘来，受尽苦啊，他才会回头。啊，他才有求啊，超度这个念头。他有一段因缘，他的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啊，他跟阿弥陀佛请假，这《楞严经》啊注解的不圆满，他要给他做个新注，啊，向阿弥陀佛告假，等我把注解注完之后再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同意了，就走了。生灭之法全属虚妄，但生灭之中有个不生灭的。这个要知道，生灭当中有不生灭的，不生灭的什么？是自信。自信是什么样子？它有个样子，有见闻觉知。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对波斯匿王讲，你这个肉身是生灭的，这个肉身里头有个不生灭的，不生不灭的，那是真正的自己。它是在哪里？啊，佛就讲见性。啊，诸位要知道，眼识有生命，见性没生命。啊，佛问他，你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看恒河，恒河水？他想了3岁，母亲带他了，在恒河旁边走的时候，知道那条河叫恒河，才见到恒河水。他然后再问他，你10岁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身体是不是比3岁的时候衰老了？是的。20岁的时候，20岁比10岁衰老了。啊，那会衰老就是生灭的。那你今年多大年岁了？62岁。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啊，62岁。他说你62岁那个见，见恒河的时候，你这个见，你见有没有变？这见没变，没变是真的。啊，身体会变的，一年比一年衰老的时候，那是假的。那是生灭，所以生灭身当中有不生不灭的心。啊，见性不生不灭。闻性不生不灭，啊，老的时候眼花了，那什么？那工具上成了问题，那不是见性的问题，啊，你戴个眼镜又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是生灭时候，证明见性是不生不灭，啊，闻性是不生不灭。啊，眼识是什么呢？你看到之后分别执着，啊，那是背后啊，第6意识、第7识在操纵。第6意识在分别，第7识在执着。啊，他在那操纵。啊，可是讲见闻觉知呢，那个与6、7识不相干。啊，所以我们生灭当中有个不生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叫发生呢，叫发心呢。啊，所以要珍惜借这个假身，去把真的东西修出来。借假修真，啊，假是身。
这六根的根深，真实真是真心啊。教光大师讲楞严经啊，他有个注解叫真末，写得很好啊。因为在这之前，教光大师是明朝人，跟莲池大师同时代啊。在这之前呢，解释楞严经多半都用天台家的三智三观来解释楞严经里面的什么他三摩禅诺啊。教光大师提出他的新的看法，他说楞严经里面的这个三智三观呢，跟天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天台没有立心意识，楞严经上是讲是以实用根，所以跟天台家的讲法思想上不相同，所以他重新做个注解叫正门。你们在序文上看到他啊，他有一段因缘，他的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啊，他跟阿弥陀佛请假，这个楞严经啊注解的不圆满，他也给他做个新注啊，向阿弥陀佛告假，等我把注解注完之后再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同意了就走了，他不会说假话的。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啊，所以楞严是事业实用根呢，教我们那修行怎么样？你看呢，不要用眼识看，用见性看。啊，听呢，不要用耳识去听，用闻性去闻，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反闻闻自性，性成菩无上道。说的是不错，可是不容易啊。舍实用根可不容易啊！啊，舍实用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你所用的全是见闻觉知啊，六根的根性不是六识了啊。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叫解悟啊，我们没做到啊。没做，没放下嘛？放下了，那就是真的啊，那叫正悟啊，明白啊，而没有做到解悟。这个解悟也是经教啊熏习的变数多了，常识熏习有，慢慢就明白了，明白叫看破。啊，知道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佛在楞严会上就是教我们，你尽量去用六根的根性，啊，不要用六识。啊，我再说一遍，啊，识是什么呢？识是执着。莫那是执着，意识是分别，第六意识是分别，阿赖也是落因相，啊，前面的这个五十，那是受了阿赖耶三细相的影响，他跟他们走了，所以眼耳鼻舌身就造业了，这前五识造业了啊。如果跟着自信走，跟着见闻觉知走，前五识叫成俗作之，成就如来度化一切众生
啊，变成度众生的工具了，无量功德啊。舍十实在讲的时候呢，舍第六意识就不要分别，舍第七识不执着，舍阿赖耶识不落痕迹。那什么境界呢？无量寿先生清净平等觉，啊，不执着心就清净了，不分别心就平等了，啊，不迷惑就开悟了。教光大师住得好啊，啊，所以楞严经教光之前都叫旧住，教光之后很多人学他的，这叫新住。啊，旧住也很难得，啊，为什么呢？一般人学习比较容易，啊，新住是住得好，可是初学人不容易达到。啊，这叫提醒我们啊，生灭这个色身里头啊，真的有不生不灭的在。啊，不生不灭的这个性呢，除见闻觉知之外，没有办法显示出来。啊，从讲见闻觉知呢，也得与大乘法有一点基础。啊，没有基础啊，也很难讲得清楚。啊，很不容易体会。那个世界的人是化身的，容貌永远不变，身体永恒不变。真的，我们一般讲的菩萨，菩萨年年十八，那他不老吗？他永远不会老吗？那为什么呢？他们有阿赖耶识，我们这人会变什么？就是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能变啊，所以我们这个生老病死是所变的啊，他本身又有生命，所以他变东西通通都有生命。生灭法是差别相，但差别之中啊，有个无差别的不生不灭，无有差别。就是平等相，这一句也不好懂。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相啊！我们就说一个普通的这个讲法吧，啊，刹那生灭的相似相续相啊，这是差别。无差别呢？无差别是心。我们用电视屏光屏幕就好容易理解。啊，屏幕里面的音声色相，刹那生灭，有差别。可是屏幕没有差别，屏幕是平等相，啊，差别与无差别不二啊。故云色相乃平等一相也。啊，这一念有形有实，都不可得。啊，这叫平等一相。啊，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都是一念起的。这个一念，诸位要知道，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啊，一秒钟当中有多少个一念呢？啊，如果弹指，我们算五次来讲，弹得快的五次，一这个多少啊？1600兆，
啊，1600兆的念头啊，那他怎么不平等呢？啊，当然是平等，是幻象呢，它不是真的嘛。我们再翻开来看第18页，还是说这个问题啊？摄相已深呐，这意思太深了。若明摄相啊，皆为悟大乘理。啊，理是什么呢？理是经之体，也就是这个经依什么说出来的？它有个道理，这个道理叫大乘理。下面，老居士用比喻来说明，啊，自以玉名，譬如以金制作它像。瓶、碗、串、环，这都我们都懂，这是器具啊，啊，黄金制作的。各显呢差别之相，啊，它有它的相，啊，这个相可以是佛像，可以是人像，可以是玩具的相，啊，这是器。啊，用金跟气来做比喻，啊，它有个别不一样的相。若将重气重入野炉，复化为金，则原有诸相啊尽皆消灭，但过气本体之金啊，仍旧如是。啊，通通把它融化出来了，那就是金嘛。啊，可见呢，过去差别之相有生有灭，皆属虚妄。啊，但过去本体之精啊，平等一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个比喻好懂。古大德用一句话来说：“以精作气，气气皆精。”啊，把精比喻作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这是自信啊，把变法界虚空里虚空界里面的精神现象、物质现象比喻作气啊，都是这个体变现出来的啊，体能生能现。阿赖耶识能变啊？为什么一真法界里面东西不变，永恒不变？我们就明白了，阿赖耶能变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十报庄严土里没有阿赖耶了，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啊，所以它只有能现，能生能现，没有所变，没有能变。啊，所以在那个世界的时候，永恒不变。啊，那个世界的人是化身的。啊，容貌永远不变。啊，身体永恒不变。啊，真的，我们一般讲的菩萨，菩萨年年十八，他不老吗？他永远不会老吗？啊，为什么呢？他们有阿赖耶识，我们这人会变是吧？就是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能变，啊，所以我们这个生老病死是所变的，啊，他本身又有生命，所以他。
它这个变东西通通都有生命啊，所以是是一真法界里面呢，我们都是讲十报庄严土啊，那里头没有生命，就是它不用阿赖耶。由此可知，四圣法界有没有变？你们想想看，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有变，那他用阿赖耶吗？不过他变的速度慢一点，那不像我们这么快，是啊，变得很快，他变得慢一点就是了。啊，是道理在此地啊！啊，极乐世界的花永远不会谢，那永远不会枯啊。啊，气候没有这个太冷太热，没有这个现象啊！啊，为什么呢？那个世界里面的人都不用阿赖耶了，待业往生去的人也不用了。这个很奇怪，待业往生的人为什么不用呢？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他的。啊，你看四十八愿里面讲的很清楚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在哪一院讲的？在十九院啊，就是发菩提心那一院里讲的啊，都说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什么？七地上啊，虽然是待业往生啊，烦恼习气真的一品也没断，可是，在极乐世界的享受。那个待遇是七地菩萨的待遇，你不是七地菩萨，到那里享受七地菩萨待遇，这谁给你的？阿弥陀佛给你的啊，沾阿弥陀佛的光啊，托阿弥陀佛的福报啊，都不是自己的啊。这一种殊胜，十方诸佛世界里都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这种特殊的待遇啊，佛没有说啊，这个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他说是凡圣同居土除外，他没有说这个话。既然没有说这个话了，那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这个待遇。诸位啊，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还能不求生净土吗？你还会去搞别的吗？搞别的累死了，你一生未必成就啊！你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三年两年就成功了，那就取得了，还搞什么啊？你真的是万缘放下了啊，这为什么放不下？没搞清楚啊！就搞清楚之后，我常常劝人呢。我又不是劝哪一个，哪一个人未必会接受我。哎，我是劝大家啊，我们就多想想啊。学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说他觉悟了，他搞清楚了，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去。啊，你们哪个喜欢哪个去搞去，我不搞了。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那我呢，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定了。莲池大师啊。啊，再也不搞了。这也是给后人做很好的榜样啊！净土五经都行啊，五经都受持也可以，五经当中受持一样也行。你看这法门多方便，多不可思议啊！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